心的样子。我下过决心，要是有喜欢的女人就要带她来，看得到吗？我的心。季思草，我的心意你接受了吗？啊，不要让我等太久了。志宏那小子有状况，说是个很优秀的政治家，应该在巴黎就知道了。学长是很适合淑贤的男人，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比。请你一定要幸福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鞠俊彪，尹志浩跟金丝草将会被赶出这个学校，再也不是 F4 成员了。俊彪，放过思草。不放过他你要怎样？我会守护他。中视频道流星花园。